一个，只要吃一个。十三、十零，不对，十三、十九。哎呀呀，一二零是大的，哇，大的！猫咪不行，猫咪不行，不行，猫咪，你看，你看有个不行，猫咪不行。今天这是新的抽抽乐。抽抽乐时间到了，来，今天零用钱一人十块钱。好热、哦，今天抽零用钱一抽。没有弹钢琴。你有本本吗？没有本本。妹妹今天有收阳台是不是？还是昨天？昨天啦、啊。哦，那昨天了，好吧。今天有收。今天一人两抽，哎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今天是新的抽抽乐跟新的那个。还有新，已经要抽到新的贴那个抽抽了，来，你们选一个。我想这个。我想什么样的？什么样？放。今天是新的抽抽了，竟然没有人中，一人只有两抽而已。都没中。我想这抽应该没中，这没中。噔噔噔。当然没中了。好不容易做了这个新的抽抽了。没想到今天一人只有两抽，还都没抽到。好吧，今天有做什么特别的事要想要加码的，自己跟我讲。啊，有爸爸就没有了加码了，要需要加码吗？给你、啊。今天需要加码吗？要啊，我来接，妈咪要接、嗯。快点。帮忙收钱，那边的钱桌，还有上面那柜子、啊，然后还有我的位置，还有我的抽屉。好，我也有收啊。今天老板重大加码，一个人多一抽。好小气，好小气，不然不要，要不要？一人一抽而已。谁知道不会中？对呀、啊，我这个是二加码九啊，你看十一啊。啊、好，老板决定今天加码结束，好了，收走了哈。然后每天都跟你们送。还有爸爸，我的猪猪，我的胖猪。来。最后弹钢琴。抽抽乐时间哦，来，今天你们零用钱一人十块钱。爸爸，今天抽零用钱一抽。今天我弹钢琴。几抽？一些中头条，还有吗？妹妹呢？妹妹有扁扁？两抽。有吗？妹妹有吗？妹妹？没有没有。没有好。今天帮妹妹做蛋糕，再给你一抽。妹妹生日要多几抽？两抽。两抽好。没有。没有啦，你妹妹生日，她生日多了，你跟人家多什么？你六抽，妹妹四抽呀、啊！你说要给妹妹贴纸布的，而且你之前影片说过，那个抽到箱十八个要给一本的。没有，那我们另外一本要给你生日的。OK， 知道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是多少？六抽，妹妹四抽呀、啊？妹妹，我五抽，妹妹四抽。哦，你五抽，妹妹四抽。好，我去拿。来，五抽四抽，我四抽。一个，只要吃一个。十三、十零，不对，十三、十九。哎呀呀，一二零是大的，哇，大的！妈妈，爸爸，嗯，一二零大的，一二零大的，好，都没中啊！对，一二零，明明只中一个，是不是？没有了。我在这个月果而已，85。这小的一个大的，寿星果然运气好哈。Oh my god， 231没有。那我们先选礼物吧，生日礼物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跟姐姐两个来敲好，看谁要哪一个。好点点的。那我要那个可爱的。这个呀。嗯嗯。来，妹妹你要哪一个？这个。这是点点的，你生日的时候要是不是？嗯，好。耶，我的，差点就要迟到了。点点的，这个是我今天生日，所以都发了这个。你看，角落真是。来，明明有小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接过。先来小的。
小哥，我要。这个或这个。先。来。这个。胳膊掉了，小心点。这个。这什么？彩虹笔，彩虹笔耶。大的。来，彩虹笔先给我。等一下。大的，哪个才是？哪个才是鼠？没关系，先抽，先抽就是。还有书呢？书都抽完了。哇！九十五，这什么？十二。为什么要给姐姐？他说给我。我没有说要给你啊。有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啊。他刚才有说。没有哇！这什么？哇！哇，是迷你贴纸。对，来镶几个？十二。快点，不要客气。爸爸会被打，爸爸脸红了，还有那个彩虹笔。妈，你知道刚才做了什么事吗？像最后一个的时候，把脸转过去了，亲到嘴巴了。让我下去，妈咪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先把那个贴纸大概简单的给豆蔻看一下，什么礼物有多棒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要给豆蔻看里面内容。我猜，我头，看白熊的，很像白熊去白熊跟炸猪排混在一起的，猫咪跟企鹅混在一起的，然后这是珍珠奶小板跟蜥蜴混在一起的。没有，你要给那个啦，那这样子，你要放给豆蔻看再讲内容。好不好？好，帮我拿起来帮你录它就好。来，好。然后这里面，这个是白熊和猪排混在一起的，就是白熊吃猪排呀、啊。它是猫咪跟企鹅混在一起的。可是这样猫咪会很调皮，会把小黄瓜吃掉。嗯。再来就是小板的角落生物跟蜥蜴混在一起的。那这个好像是，那好像是购物区买东西的地方区、购物区。那这是运动区。啊，这个是那蜥蜴的尼斯湖水怪，那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就是他的妈妈。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。啊，这个也是尼斯湖水怪，有两页尼斯湖水怪。然后这个，我看这是糖果吗？应该是糖果的吧，是那卖摊。啊，这个是。猫咪的，这个也是猫咪的，还有这个，每一页都是大的，每一个都是大的，哇，好可爱。你看，这边是卖猫咪，这边是食物，然后这是圣诞节吧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小板格子，有花花边的。我看一下下一页，下一页是。立体版的，只要是把这个都撕下来，把它们叠在就是后面前面，就是立体版的纸板。你这边怎么又这么乱？然后还有这个正方形图案，啊，这个是长条区就没了，所以我记好长条区，如果遇到长条区就没了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星期的抽，一人。星期三、星期二跟星期三，是不是？怎么没有抽？来，姐姐来数。一人两个。零用钱一抽。健谈钢琴。钢琴课就一抽、所以你是七抽，你是九抽。哇，九抽。十六抽哎！祝你们没有中大奖。爸爸今天中大奖，爸爸那下就被抽光光了。五号。
五号小乐。哎呀，没中！哎呀，没中！为什么都没中？都没中！好奇怪，为什么都没中？是你抽，这抽给你抽。哎，哇，二九吗？四十，四十哎，四十我中的，是姐姐帮我抽的。果然，再给你抽一个，哇，中个四十哎，大的吗？哇，大的。五十五，五十五，两个小个，一人一个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抽这个，我抽这个，等等，铅笔，我抽到等等，来自己选。等等，那我这次好。一个小蛋蛋，哦不对，里面还有个大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可以，这个不行，不可以，来给你，再给你拿出来。哇，最后一个角落生那个角落生物输了吗？我现在抽蛋就是蜥蜴，十七耶！哇，你赚到了，香爸爸十七个，应该是你赚到大奖。对，大奖！哇，大奖哎！想把八十七个算大奖吧，来吧，妹妹。再送你一个，嗯，好了，去睡觉了。跑圈圈，跑圈圈，跑圈圈。好，这是这星期的抽抽了，星期四的抽抽了。哎呀，太胖了！哎呀，小猪，你今天也要吃一个东西？又太胖了。居然这样好。有。这个抽流行抽。今天好重哦，太胖了。要对镜头，你的没有对镜头。想起来，想起来。用扁抽，用钱抽，妹妹扁扁抽。三抽。三抽。啊，那我。妹妹五抽，你两抽啊。嗯。我两抽。要多的人先吧。哪有这种规定？上次都少人先呢、欸。但是都是少人，少的人的地区才有先的、哦。九十，啊！你看都没中啊！你都没中啊！好羡慕你也不抽，啊！好羡慕你啊！看有没有？那个奖品就在里面。有啊！还有嘞，感觉好羡慕你有那个。这是什么？炸猪排的角落生物便利贴。来，好多张，拜拜。这是星期五的抽抽乐，一人十块零用钱。小的，哇，你中了！我想我这次一定不会中。你们要一起吗？要要。一。铅笔。哦。迷你铅笔。哦。玩迷你铅笔。啊。啊，我很想要。你需要它做什么？你需要它。啊，要做什么？要画画啊！我要画那个光光之卷的、啊。好，拜拜。哦。
抽抽乐。六十二小，我是丽丽。好，今天是星期。姐姐，你忘记我了，我都还没进去。我都还没进去就录了。好，开始。我爸爸，我今天有弹钢琴吗？连续扁两次。哇，这不用讲出来，这赞助你不用讲出来，爸爸这段帮你剪掉。连续扁几次？分开还是连续？连续。连续哦。好。扁会用。那加码，今天出去走路走很久，加码一抽，一人三抽。是啊，这就是棉花糖。嗯，白贝棉呀。白贝很棉啊，我投了。行，也抽。我几抽？三抽。三抽，一二三。明天要弹钢琴了，如果六十。啊、哦，早知道就不让你多一抽了。如果抽到一张，三八五。三八啦。三八。三八。Amigo 三八。我来预测一下哦。95，一个小的，等一下，先点妹妹抽小的。95是小的，这个很顺眼。这个，或者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有。对，铅笔耶，酷耶。好。你又不能获得一张橡皮。哇，橡皮擦耶！橡皮擦而已哦，选九个而已哦。选一支。选一支铅笔，那我当然要这支啦。好，来。六个而已啊。八个而已啊。九个。七个而已啊，再来。八个，九个。七彩了吧？好几百，这三四百了，来，一人十块钱。三十百，什么叫三？三四百，来，今天一抽，六抽五抽，你现在都是按照顺序抽下，比较会中吗？还是怎样？就是比较有照规定。没有规定啊，随便抽的啊。这样比较，这是我们的传统方式，这是鸭子的，看会不会中。哇，八十五。八十五，一个小的。抽到八十五，一个小的。哇！这么幸运啊、哦嗯！剩下最后一个呀。九九没有中，没中。都没中啊！哦，运气真好。好，你看我中了，没中的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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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恐龙蛋蛋吗？不是，这是长颈鹿的。动物蛋蛋呀，就长颈鹿的动物积木呀，嗯，动物积木不是之前有吗？动物积木是煮长颈鹿的，下礼拜就要换新的。抽抽乐了，抽抽乐喽。